今天要分享一个本人在二手商店购买到的商品。中华民国的前任总统马英九的铺满，然后个人觉得蛮可爱的，所以就买。应该说是朋友家拿到，然后本人就跟朋友要了这个东西。那至于售价多少，本人不知道。然后转一圈给大家看。前面是这样，后侧面是这样。以二手商品来讲，个人觉得还算干净。其实注意看的话，上面也没什么脏污啊。然后脸部的特写也非常的明显啊，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公仔的造型啊。然后比较特别，让觉得比较好笑是，它下面这边有写一个赵成春。然后写了很多的赵成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五个赵成春啊！啊，本人是不知道赵成春是谁啊？会不会是哪个立委，还是前任使用者的名字啊？啊，本人就不清楚了。啊，下面就是有一个设计成这样子的东西，可以让你把它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是空的啦。不要妄想说可以里面打开，里面有钱掉出来之类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尤其是在二手商店。然后其实个人还蛮推荐，有时候是可以去那种二手商店或者是那种跳蚤市场找东西啊，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个人觉得很搞笑的商品啊。啊，这次本人看到觉得很好玩的一个马英九的铺满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寻找啊。就是他一个很标准的他在慢跑的姿势，然后注意看，其实这边有个党，他们那个国民党的党徽啊，马英九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寻找这个商品，个人是觉得很搞笑。